请问这里可以修琴吗？大概多久能修好？3天吧。好，那到时候我来取。吃给了弄呢，拿去分点，给我来吃吃呗。这样，伊拉女婿做啥呀？搿拉女婿是市里的工兵，有个小职业蛮好的。当时跟讲搿拉爷下放，跟人讲都没有不对，我拉有脾气。蛮好蛮好啊，搿伊拉是两头婚了。现在嘛才两头婚的呀。那个哪来我老庙两头婚呀？养嘛小人们养两狗，哪来养一狗一还一狗一定要信我老爷。对吧？我现在么呢？他像我人，他去拿马去十几台，最后搞去地下室里呢。哪两天就结婚了，么拿出来吃。算了吧，你那点酒，你每次都会拿出来喝一点，到我结婚的时候肯定剩不下多少了。根本就都不懂个了呀！哎呀，不急不急啊，我来弄一宿，等下咱俩等下性格以后啊，不急不急的啊。一日到夜，发三发四，该死了哇死！哪来我同你就给你上人家药？好的好的，小刚的，奶奶先敷点汤。做完了吗？嗯。服务员，一杯长岛冰茶，一杯气泡水。小公主今天又盘你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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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嫂子还在这儿呢，哎，也不知道上次怎么回事，大半夜的一直在打电话。喂，都几点了还不回家，非得等我把你抓回去，叫的都什么朋友？好好好好，不说了不说了，喝酒喝酒。来把烟先整上，来个。哎，嫂子也来个。嫂子不抽烟，不抽不抽。行行行行行行行，酒总得满上吧。来都来迟了是吧？行行，我来来来来，
你先喝，你先喝，你先喝。哎呦，来吧，来，多喝。嫂子，行行行，嫂子要不来？嫂子不喝酒。来点吗？你喝什么酒？嫂子不喝酒，哎、嫂子不喝酒。人都说了，哎呀，大男子主义。不行，你们都有啊？有，没问题。来来来来吧，来吧，坐一个，坐一下啊。为了乐队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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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口闷。那天晚上，我很想和他一起去很远的地方。我常常问自己，为何在这样的时刻总能感受到极致的快乐？后来，我明白了，若是没有了惩罚，便也失去了逃亡的乐趣。那曾在路途中丢的盔，被时间慢慢磨成灰。为何夕阳的余晖，总在离别时才美？为你付之一炬的热泪，也曾是我怀揣的宝贝。冰山坠入碎河，孤星奔赴烟。向海透支他颤抖的壳，要么你来拥抱我，要么开枪阻绝我，爱或死亡会令我变成花朵，像风一样窥视我，或将我推入漩涡。一杯长岛冰茶。好的，您稍等。小姐，您的长岛冰茶好。谢谢。嗨，郝乔。嗯，我能坐这吗？好。早知道就把琴拿来这给你了。在哪里取不是一样？
对了，你琴能借我一下吗？嗯。一首我很喜欢的歌，他以前经常弹给我听，所以这一把吉他应该是他的吧？以后不再是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勾起这些不愉快。所以分别才是人生的常态吗？过去的事，我们总是要学会如何放下，不是吗？好，试试这个吧。不用了。试试。那是我第一次喝龙舌兰，它本身有一种淡淡的涩味，人们喜欢用柠檬和盐来搭配食用，柠檬的酸味和盐的咸味会减弱涩味。那么如果有人送你一杯龙舌兰，或许你应该再要一些盐和柠檬。看、啊，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眼光还挺好的，我是上海淘来的 ，Vintage。多少钱啊？这个？这个要卖500块，这么贵？便宜点嘛。本来是要卖500的，那看你女朋友喜欢，我300块钱卖给你们，好吧？嗯，好。哎，我来吧。给您正好。好看。真好看。谢谢你。没事。走。吃了饭再出去吧。
我拿个包子。哦，爸爸回来了。哎，赶紧吃饭吧。今天包工头赶工期，我们晚上去加班呢，多给100块钱呢。哦，那晚上要注意安全啊。哎，小宝，一起吃饭吧。我不吃了，朋友在外面等我，晚点回来。说，我们分手吧。不是，是为什么呀？我刚才说错什么了吗？不是，我刚才不是说要去湖边吗？你跟着我干嘛呀？谁要跟你去湖边了？老子不用工作的吗？你以为你天天弹弹琴、唱唱歌就是过日子了吗？屁蛋！我很想追赶上太阳落山的脚步，但是我必须放弃。就像借来的摩托必须要归还。那天我看着太阳落下了，从此我开始认领我的夜晚，我开始数着时刻，讨着生活。我以为以后我每次看到有人弹吉他都没想到他。不只是乐曲，还有颜色、温度，还有气味。看来你也会想这些吗？我就随口说说。好了，就这里吧，下个路口再见。弗朗索瓦斯·萨冈说过，谈情说爱的时候应该好好选择乐曲、香水，还有值得纪念的东西，以便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回想起这一切。
小妹。早餐啊。问几个问题吗？你问吧。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对我什么感觉？成熟，有才华。你想过我们的未来吗？有。那如果我们坚持下去，会有想象中的未来吗？应该没有。就因为我晚一点回家，我们就没有未来了。不是你晚一点回家，是我要等你到凌晨甚至早上。你以为我不想早回来吗？你还是不明白，我们之间根本不是你几点回来睡觉的问题。我们不要再联系了。去爱萍水相逢的人是容易的，但是去爱真实具体的人才是真正不容易的部分。相爱容易，相处难。我已经猜到了什么感觉。太可爱了。哎，嗯，给你听这个。什么呀？You woke up beside me, pain in your head. Cup full of coffee and a marble red. Right back to your old routine again. Pulled a match from the pocket of your washed out jeans. Posed like an actor from the movie screens. That means you're going to see your friends.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回来最重要，不是吗？
我要去美国了，这次我的琴带不走，可以麻烦你帮我照顾一下他吗？祝福你一路顺风。喂，这一次你什么时候回来取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那天我透过机窗看完了在这个国家的最后一次日落，后来我知道了，人与人之间可以见面的次数是既定的，见一面就少一面，谁也不知道哪天的相见就是最后一面。